我是千鸟，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《战地风云一：浴血之战》。没问题的。虽然我在多人游戏里面打狙击打得不怎么样。怎么会没中嘞？远了吗？那有多远呢？不知道距离。我好像都打太高了。好少哦。这里居然还有，不知道有没有被东西挡住，不敢浪费子弹，剩五发了。一个，哇！不用拉太高了吗？被发现呢？
抱怨，他们应该找不到这边来。最后一发，又冒出一个人。高摔下来居然没事，先看这边还有没有办法再拿到新的狙击枪好了。好像是一般的枪。刚刚剩下的那一位，好像就没有其他人了。再换到这一座塔上面看一下。说不定这边会有狙击枪哦。小鹰手枪。啊，有了。在手册，早上收集品的样子。不过我不太会找收集品，搞不好打完就只找到这么一本。看起来来到这边的话，除了刚刚那个敌人之外，还有其他人。我先把这个人狙死，应该没有关系吧。糟糕，跟刚刚不一样的。啊、哦！怎么可能？我刚刚一个火星塞都没有捡到，哎，剩下六发。吧，从刚刚看起来，这个是哦，原来我的引擎在哪？好吧，先清这个地方。
打字不晓得会不会爆，没有。弹药也用完了，接下来只能再想别的办法了。Nice one. One down, free to go. I just got a fire hose. This is a big engine. I feel like it's 12 gallons or something. Only a fire hose can use. That's why.我家坦克这么不可靠，一次坏坏全部，捡人家的还一个引擎只捡到一颗。这到底是什么？哎，机枪哎。不要，不要用机枪。现在我在这个塔会面对更多更多的敌人，我小心不能再像刚刚那样被炸掉。再不能相信我的锁敌成果。哇，抱团了，这个抢的太烂了。火炮，火炮。敌人，喜欢的话可以帮忙按个喜欢，分享出去，订阅青鸟熊频道，获得最新的影片资讯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